有关于说有在野党的朋友，那要总统先验抗体哦。其实这样的不信任感，其实已经失去了在野党他们的格局。那总统也不会打假球哦。那我相信医疗团队也不会拿总统的健康做开玩笑。那有关于说有在野党的朋友，那要总统先验抗体哦。其实这样的不信任感，其实已经失去了在野党他们的格局。然后跟他们的适当的质疑的这个身份哦，其实，在苏贞昌院长在接种第一剂疫苗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在野党的朋友看图说故事，就说苏贞昌那支 院长的那个接种那个没有针头哦。那总统在接种疫苗之前，我觉得必须要尊重的就是他是国家元首，那总统的健康状况是公开资讯，也是国家机密，那总统也不会打假球。尤其是在对于国产疫苗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这么重大的事情，他不可能先打了其他的疫苗再来打这一剂，哦，这个就是大家所谓的混打，哦，那我相信医疗团队也不会拿总统的健康做开玩笑。我觉得哈，任何的怀疑哈，一定要是合理的怀疑。可是我们很遗憾的看到国民党的人士，啊，提出的是不合理的怀疑，甚至是恶意的怀疑，先把别人泼了脏水，然后再要求对方。啊，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做法哈。那这些恶意的怀疑哈，不只是不合理，而且是恶意的怀疑，我觉得社会上是不应该被容许的。如果你是极端的不信任的话呢，所提出的任何的质疑呢，都会有这个见洞灌水、见缝插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可取哈。那我们其实国家的政策非常的明确，就是我们支持国产疫苗，因为我们认为呢，疫苗是一个战略物资，由我们自己国家生产的国产疫苗，如果它有通过我们有科学好，然后有专家来审查的这个认证也好，或者是 EUA 也好，那就是值得台湾的国人可以去施打跟接种。所以我们一向的立场就是有什么疫苗就打什么疫苗，因为现在全球的疫情仍然还没有缓解的倾向，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哈。那基于这样的原则，我相信我们的国家元首他也在尊重一个科学的有数据认证的这个方向上呢，今天这个接种了国产疫苗，所以我们应该是肯定我们国家元首在支持我们国产疫苗这样子的战略方向是一致性的哈，而不是像这样子随便三言两语，然后就用酸的方式呢来讥讽我们的国家元首，然后来嘲弄我们的这个国产疫苗。卫福部食药署里面的专家审查会议通过都是同样的标准。都是同样的标准，不管是高端的疫苗或是廉雅的疫苗。如果你认为说这个食药署在审查的时候有任何的标准跟你所想象当中不同，那食药署呢，他们愿意用开放的态度，同样一致的标准来跟你沟通。我想这是一个健康的方向，而不是动不动呢就把它政治化。动不动呢就要到这个地检署按铃申告，那动不动就要用任何的方式来酸来黑，我想这不是一个有格局的一个在野党应该有的态度。